絕，真係絕啊！咩事咁絕啊？大魔同埋葉楚航啊，喺上個禮拜嘅沙田日賽裏面咧，有勇有謀，真係令人拍案叫絕啊！喺上星期日啦，大魔凭住花好月圆捧走广东洋菜杯之后，再赢埋新力高开锣至今啊，连续三日起孖添啊！另外啊，叶楚涵咧都喺呢一日啊连中三元，表现啊真系精彩绝伦啊！见到大魔同埋叶楚涵咁搏命，睇嚟我都要豁出去。咩事要豁出去呢？我为咗纪念咧沙田马场30周年呢个大日子咯。其实唔怕同大家讲啦，我同沙田马场咧，我同年嘅。你点睇都似40啦，系嘛？当年讲笑啫，不如我哋而家就睇下咧，特别为30周年而设嘅特色美食先啊！去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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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片！为咗庆祝沙田马场30岁生日，今个星期日沙田马场会举行沙田特色美食巡礼，究竟到时会有啲咩好嘢食呢？等我带大家去睇下啦！为咗配合30周年主题，大会特别设计咗一系列沙田驰名嘅怀旧美食，有红烧乳鸽、鸡粥、豆腐花，仲有沙田有鸡丝海蜇等等，认真够晒沙田风味啊！呢啲美食咧，将会喺9月28号、10月1号同埋5号，一连3个沙田赛马日喺沙田马场现身噶。啊，等我约埋录影厂班主持一齐嚟食餐饱至得。傻 B 啊，一于就约定你撑海脚撑红酒咧。哎呀，好心你啦，梁浩佳，你咁样碌诶，人哋都唔会睬你啦，真系。我呢个摆到明就系内闪碌嚟噶，你唔识嘢。喂，内闪系马场术语嚟噶噃，你唔好乱咁用喺你身上。等我同大家讲下内闪啊。内闪是形容一个人的外表朴实，内里就才华洋溢的，暗哑底绽放着闪闪的光芒，是不是很衬我呢？不如我们都是等专业评委人洪礼贤解释一下什么叫内闪，好不好？顺便点醒一下你啊，才华洋溢，闪闪光芒。咁马匹内闪嘅情况咧，基本上都系分为几类嘅。咁譬如本身只马冇乜力，去到末段嘅时候咧，就向内栏挨挨蹦蹦啊。咁又或者只马本身自己有内闪嘅倾向，同马一样，就是个骑师咧喺个缰绳操控方面咧就帮助唔到只马，咁所以只马咧就会喺直路上面挨挨蹦蹦咁样啦。So this guy， 原来内闪系咁解嘅，靠你解释啊，就真系，唉。哎呀，睇小我话，我就闪俾你睇。哇，怎么闪得咁快啊？哎，仲有，提提大家，星期一晚11:50有三餐不尽，下集再见啦，拜。沙田马场30周年纪念杯赛马日，马王陆儿珍藏上架，震马迷。